鳕鱼来了。哎呀，你睡在马路中间呢？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真是死掉啊！哎，算了。哎，小事不是，稍微事不是小事，先走了。哎，不对呀，这么漂亮！哎呦，哎呦，这么漂亮！如果有机会有命的话，我救了他一命，说不定他成为我老婆呢。那我来个英雄救美了，今天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喂，美女，喂，喂，美女，美女，美女，喂，喂，喂，不行啊，干脆来个人工呼吸吧。哎呀，那不行，等一下，他一时醒过来，他妈扒两个巴掌过来，那我就亏了。哎，不行，哎，美女，美女，喂喂，哎哎，怎么回事啊你啊？哎呀，怎么睡在马路中间啊？我怎么睡在这里啊？啊，那就要问你自己啊。哎呀，我怎么感觉到头晕晕的？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了，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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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干嘛了？你干嘛？你对我怎么样？我对你怎么样？你睡在马路中间，我开这台车到这里，你挡住我路，我过不了。我会为你发脾气了，我摸下你还有气，我叫醒你的，你还是问我干什么的？原来是这样子啊！那不是这样，那你要我什么样子啊？对不起了，大哥，我还以为你想对我有那种非分之想呢。哎呀，我对你有非分之想，我也不是不敢在马路中间了，对不对呀、哦？对不起了，大哥，我现在头好晕啊。那好晕啊。是啊，那你去快去看医生吧。哎呦，不行了，我去不了了，我想让你陪我去那边去坐一会休息一会先，要不然等一下我又晕了，就没人救我了。哎，要不这样，我拉你到医院或者会诊所去看一下。啊，不用了不用了。不用了吗？对呀、啊、我休息一下就没事了。休息一下。对呀、啊、那你过这边来休息行不行？那我扶你过去啊。嗯，那好。这个水终于上高了，还想跟我姐聊天，那你聊去吧，我把你车给开走了。哦、去哪里呀、啊？就在这里吧，我就想在这里，我休息一下。休息一下。嗯，我想让你陪我休息一下。哦，休息一下哈。对呀、啊，来，坐吧。坐吧。对呀、啊，坐着。坐着休息，啊、坐着舒服。哦、好。哎呀！哎呀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晕倒在马路中间呢、啊？哎呀，我跟你说吧，我啊，肯定是被渣男抛弃了呗。被渣男抛弃的？对呀、啊。哪个渣男那么不讲脸呢、啊？你告诉我，我马上过去教训他。哎呀，告诉你有什么用呢？他已经远走高飞了，他有了新欢就不要我了。不要你了？对呀、啊。那你也要看开一点，这事情何必为了一棵树你放弃整片森林，对不对？以后你会找到比他更好的，还有呢，你要过得比他好，什么东西你要过得比他好，找男朋友也要找得比他好，你要让他知道他离开你是后悔的，你要找这个比他更好的，以后你要气死他。就是啦，我知道啊，我没有什么想不开的。啊，就是、啊。我跟你说，我只是说一时，心情不好，一下子忘记不了。再说了，我几天都没有吃过什么东西了，这一下子饿就饿晕了，在马路上的。饿晕了。对呀、啊。那饿晕的话，那我们马上，我带你到外面去饭店去，先吃晚饭去。你看怎么样？我现在又不着急吃饭了。那你现在着急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啊，你救了我啊，我真的十分的感谢你啊！我想问一下，你是不是单身的先？不是我吹的，在我们这里，横竖30公里都知道我是单身的。真的？是啊，真的是单身。那这样子吧，你这是单身的话，哎呀，我就，报恩吧，我以身相许，我嫁给你吧。你嫁给我？对呀、啊。那么直接？哎呀，
谁叫你救了我啊？我妈都说过了，做人要懂得知恩图报。我不敢相信了，我不敢相信了，这么直接的有了吗？哎呀，你救了我，我要感谢你呀、啊哎！要是不懂得知恩图报，那些人呐、啊，简直是没有良心，这种人是不要得的。但问题是我救了也救过很多人了，问题那些人怎么不以身相许呢？那你要睁大眼睛一点，看看是谁。你今天救了我，我就不一样啊！我肯定会以身相许。嫁给你吧，你只要拿出一点诚意，拿出一点表示给我，我啊100%是真心的对你，真心的对我。对啊，那难道不想要老婆吗？我肯定想要，特别是你这种。如果啊你不喜欢我，那就算了，那就回去了。啊、不，我非常喜欢你。这辈子我除了你谁都不要。既然你这样说了，我这辈子除了你谁都不要啊。行，诚意，今天见面你。26万的大金链一条，这样还差不多，这种才叫诚意啊，懂没有？这男人不懂得拿点诚意出来，哪里娶得到老婆啊？有诚意的话，10个老婆都能娶得上；没诚意的话，一辈子娶花工去卢保户那里，对吧？哎、啊，我还真不懂的，哎，男女之间这些事情啊，怪不得我到现在还是单身。啊，是啊，那所以今天一点呢、啊，我就套了，我就冲了啊。如果一啊，这就是诚意啊。那现在我诚意，你看怎么样？你说，你说。哎呀，所以说我不懂啊，女人心不懂啊。啊，人家不说了。那我教你，你没有谈过恋爱，也没有经验是吧？啊。人家说啊，女人呐、啊，亲你一口，你就要把所有的钱交给这个老婆管，这样那个老婆就不会跑路了。这样啊？对呀、啊，那我亲你一口，你把所有的钱给我啊！闭上眼睛的。真的吗？闭上眼睛啊！那我准备来，我亲你了哦。哦，好。哇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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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老婆，哎呀，都是你的，哎呀，有这些都有钱吗？嗯，你看看一下哈。哇，果然没错哦。不过这里也没有多少，我家里面很多一点。家里面还有啊？那还不想，还要不要我亲你一下呀？啊，我亲你一下。别人说啊，你想要老婆那。要女人多亲你一下，你就多给一点钱。哎，亲一下就多给一点。好吧。哦，以后我以后啊，会我亲了你2下，我以后会帮你生一大帮的孩子的。帮生那么多？是啊，那亲你一下就会生怀孕一个，亲2下怀孕2个。我这么容易的？那肯定啦。所以说嘛，你没有谈过恋爱，你就不懂得这个恋爱的甜蜜了。现在尝试到了吧？哎呀，尝试到了人，那行。我回去，我把我的保险柜的首饰都交给你。我厂里面那个桂皮厂那个，全部由你说了算。这样啊？是啊，行不行？哦、你看行不行？行，你要记得了不？过多20天，一定要在那个路口那里等着我，等着我回去再亲你。真的吗？嗯。啊，那行，我还要帮你生一大帮足球队呢。啊，足球队啊。对。这么多、啊、哎呀，足球都是说生儿子，我也是生儿子的料。生儿子？对呀、啊。这么好的身材，不用看了，看了那么多，看够了。哎呀，走了。那回去吧，那我们回去吧。走，快点走吧。哎呀，丑到这么漂亮一个老婆，还老婆。哎，好吧，回去。哎呦，老公啊。是不是刚才我亲你亲了太多次了，突然间肚子就痛了？肚子痛了？对呀、啊，人家说一天只能亲一次，我刚才亲了2次。妈，要打救护车！啊，不！哎呀，打救护车干嘛？这么一点小事打救护车？哎，我背你！哎，不用，我要拉西线，我拉西线。哎，你在这里等着我啊、哦！我在这里。对呀、啊，你快点，你快点啊！我见不到你，我不会走的。你肯定着急了，对吧？啊，哎，行，乖啊、哦，我再亲一下。乖啊！哎呀，我快点，我等你啊！哎呀，老婆，我等你啊！哎呀，怎么等了那么久了？哎呀，
半个小时了，老婆好没有啊，老婆，哎呀哎呀，怎么人影都没见一个呢，哎呀喂哦，哎呀哎呀，我知道了，他肯定是去我车那里等我了，哎呀哎呀，这个老婆这么会哄我开心呢，哎呀赢了吗，哎呀我去车那里找他，亲爱的我来了，哎呦亲爱的我来了，亲爱的啊，人来，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，人你不见车也不见，哎呀刚才说了那么双手一个亲爱的又一个亲爱的啊，这杯亲一口那杯亲一口，哎呀我真的是怎么就像这种人大呢，哎呀把我的钱，哎呀哎呀哎呀，那个金面全部拿来了，不行啊，可能一上个小配呢必须要报警把我的损失挽回来，喂喂幺幺零，哎呀去这么久天天干这种事，那事少了还是被那个男的拐走了，哎呀妈呀来了，你说什么啊，刚才我以为你被他拐走了呢，什么拐走了，看那个死胖子傻得都不得了，他说他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女人，连亲嘴都不会，我说哎，这样他说谎又他也相信哦，世界上还有这么傻的男人吗，真的是他没见这辈子都没有谈过恋爱都没见过女人一样的，是不是他就是没见过女人吗，就是因为有这种水姨啊我们才能够赚钱啊，如果啊以后啊要是再让我们遇到这种十条八条这种水姨啊，让我们离发财的路不是不远了吗，我们去美国去生活去外国了，去哎呀去旅游就是啊，毕竟我们是中国人还是留在中国吧啊，哎呦金哦，对呀、啊，金那条就这里还有一条，有一条、哎，我们一人一条。你看这个水鱼大不大？就我们干这么大，没有这一单那么大个水鱼过。对呀、啊，赶紧上车走吧，我们去酒店里面去嗨一嗨去。走。哎，什么声音啊？对呀、啊，你们听到吗？越来越近了吧？对呀、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妹，不得了啊！看来那个水姨是不是发现我们报警啊？应该是吧？为什么往